这个地方不要强调它啊，让它有点光的感觉。这个是这种看起来可能你们看好像太写意了，实际上画画就要这样画。是啊，这肯定是。不需要画得很像很像的啊。我们刚才说了，这个地方要画画，你像对。 搞深一点，画画。这个地方一画花的，就那么就漂亮。不要加的太多啊。啊，这朵相对就是有点，它不是完全亮的啊，你让你看起来就。 有点高过了，不需要画得很像的啊，有的不需要画得很像，让它这个立体感更，但不要刻画的太多啊。 不要开始，你不要怕，就是第一笔你不要怕，你下的怎么样就是怎么样，然后根据那第一笔，然后升第二笔，再升第三笔，一路升发，一气呵成。啊，你看我画这个画很，这个啊，这个花蕊要画得很精细，那这个点睛之笔。